哎呀，太惨了！你把我腿干啥？都怪你，让我品尝这么穷难队友。王小阳，就是那条好腿了，你再给我拍折了。感觉这里死有点怕了呀。对就不懂了，这条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为什么吧？感天雷的闺女卷进来。你知不知道，英语整个集团的人说了一半。那你看行吧。 我手机好友永远不会换的。你这么难处，给我打电话。记住了，这个是车厘子叔叔，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，还得找叔叔吗？成绩学上穿成什么样了？刚才那几个小伙子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。你儿子人喜欢你不开心？他哭的。说什么你都有话。柴叔叔，你在干嘛？你上哪儿了？信息也不回。我昨天玩太嗨了，然后那个手机被我摔坏了，我就刚换上新手机。 Thank you.
吗？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，恐怕很难醒过来。药给你，别了吧，快！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。止痛药片医院是有规定的，你快别说了，赶紧打吧，真的帮他。哎，你老爸来了，小马。小暖，你躲后面！你把火力开大，我先撤了啊！哎，什么 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说的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打我干嘛呀？你翻腾什么呀？你这个葫芦，我不翻我怎么吃啊？小暖。是不是吓到你了，陆总？嗯，你把范小暖怎么了？那上面就坏了你的事。我知道她是 Lisa 的女儿，你对她有感情，我可以理解。她算是我们计划当中最大的障碍。但是我绝不允许范小暖受到任何伤害。我向您保证，她是安全的。我刚才是在处理一点家里。好了，已经没事了。你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在我面前，真不怕我杀了你？干小暖在哪？那是我的孩子，我担心他。哎，小队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管我什么态度？我说了，哎，小队还有孩子。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给我听清楚。刑法第347条第2款，携带毒品50克以上，最高判处死刑。你知道你带多少吗？5000克。干小暖，你自己算算，狗逼你喜欢。干小暖，你想让我死吗？杨妈，别叫我杨妈。从小到大，你怎么疯怎么闹，我从来没有说过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你这次触犯的是法律，你犯法了，知道吗？进去之后，一字一句不许赖，实情是什么，你给我说好。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说话！说话！说话！快说话！快说！知道了。我听到了没有？啊！都是因为阿婷。哪个阿婷？阿婷的粉丝会员团要办一个生日会，我特别想去，但是没有搞到名额。后来粉丝团有个女的私信我说她有名额，她临时去不了了。小月。啊，对对，就是她，就是她。小暖，我东西还在你那儿吧？你不是说是化妆品吗？你又白粉敷脸啊？废话，跟你家阿婷比送白粉算什么呀？再说那么一大包，你不说谁以为是白粉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拿，这边急着要呢。你被抓了，给你个机会来公安局自首。